酸辣味手剥丝，泡椒味手剥丝。我这两天拍视频吃的都是酸辣味的，然后今天来拆一包泡椒味道的。其实泡椒味它也是有点辣的，也是有点酸酸辣辣的感觉，但是看上去酸辣味看上去就是带一些红彤彤的辣椒，就感觉就视觉效果又不一样。哇，很脆，很爽口。价格就不多说了，49.3斤，78.5斤，混搭，不备注我们就随便搭，备注就按你备注的来。啊，这个好胖啊！你们别看它个头大，它吃到嘴里一点都不老，而且特别的开胃啊！你本来食欲不振的啊，吃完之后。食欲大振，很嫩，超过瘾。